面撩不组合。好，先来说一下脚下。撩腿的时候注意右脚膝腿起来，然后勾脚向前，轻轻的撩出去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不要甩膝盖，一定要慢慢的撩腿出去，反面。好，原地做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注意身体一定要加上动力，微微的颤起来。对，膝盖尽量的放松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的，来加上一下双手，手呢就放在胯的两侧，肘关节向前，身体微微向前倾。来，准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加上一个转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对，四个方向的转身。好的，下面来说一下移动的三步一撩。移动的三步一撩，注意，一、二，先来走三步，然后撩腿出去，反面。二、三，撩腿，配合一下你的双手，手呢就在下面，对，摇摆起来，左右摇摆，手要放松，手低一点。好，手和脚配合一起来一次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注意身体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加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。好的，说一下大的三步一撩，这个手呢就跟我们前面说过的三步一点的手有点相似，对。最后停到五位上，反面。前面的手经过一个圆，然后打开五位上。来，我们配合脚下的三步一撩来做一下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好的，还有一个是向前走的三步一撩，注意这个手呢是在下面小的交叉，然后慢慢的打开到上面，注意左手在上面，右手侧平举，五位手。掌心向里，反面，双手经过一个交叉，注意身体要有旁腰，然后再慢慢的打开，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侧面。好的，我们配合脚来做一下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反面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的，我们动作连起来做一次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向后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